有着内衣女神封号的周小涵，连续好几年为内衣品牌代言，较好的身材令人称羡。近日寒流来袭，许多民众都穿上保暖衣物，不过她却恰恰相反，选择挑战低温拍摄。周小涵透过社群分享了一系列在台北万华区华西街拍摄的照片，只见她身穿牛仔平口连身裙，露出完美的肩颈线条，贴身的服装剪裁也凸显了身材曲线，而轻薄的服装与身边包紧紧、穿着厚重保暖衣物的路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周小涵透露，前几天在华西街拍摄时，当下并不会感觉到冷，让不少网友纷纷惊呼这两天超冷的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小涵也太勇了吧，能在这么冷的天气下拍摄而且还不发抖，真的好厉害。有粉丝关心留言叮嘱他要注意保暖，万一不小心感冒就不好了。